王夏慧有善心，相信系人都知。今日年廿八，夏慧 B B 洗完邋遢之后，都专登换翻个小妇女 look， 带埋徒弟仔仇永敏同财神爷快闪尖沙咀啊！佢话要祈福，希望疫情远离全球，认真唔话得啊！不过夏慧 B B 似乎电量不足咁，又难怪嘅，今年系第二次冇得去黄大仙上头炷香啊，心情系会低落啲嘅。因為佢都唔開啦，我哋唔會去嘅。咁點啊？喺屋企拜啊？啊，喺屋企祈福咯。咁你有咩想祈福啊？有咩願望？希望世界和平啦，啊，個個身體健康，疫症快啲過啦，咁我哋咪可以重見光明咯。準備有幾多位數字去派利是啊？呢啲咧就估唔到嘅，多啲嚟咪握啲手咯。喺度都祝夏慧 B B 身體健康，疫情快啲完結，出年又可以上頭柱香啦。